入咗嚟茶館咧，喺你個位隔離就有一盒點心，真係點心四件，然後有一個雙層玻璃杯。當然啦，呢個位係未斟茶，睇睇嗰啲斟咗茶嘅咧，咁啊可以慢慢飲。不過我諗冇杯蓋嘅，咁豈不是睇到未夠三分一？嗰啲茶咪攤凍咗，咁係咪有人嚟斟茶再加嘅咧？抑或下次應該帶埋個私家杯蓋嚟咧？睇過。